隔治疗的孩子们。嗯，今天是31条狗点子。那屋也是。那屋都是，还有那小不点点。咋都是？都是被遗弃的，都是犬们。今天又多了一个小家伙，是刚送来的。谁呀、啊？谁是哪个刚送来的？嗯，这个。这不要了。嗯，犬们，犬样长得挺好玩儿，像小熊猫。熊猫。这不行，这果菜怎么不能种？嗯，妞妞。快好了他，快出院了。快出院了啊！再说给找领养家庭。嗯，快。你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拐的手的指头都肿了。过几天就好了。你哭啥呀，刘大姐？哎呀妈，就正面瞅着我。你看你手在那儿呢。没事，包着呢。嗯，咋被狗咬了呢？手肿了，昨天。哎呀。啊？咬成啥样啊？这咬，这块咬穿了，就这样咬。透了啊。没事。没事。把那几个哎，别哭了，哭啥呀？把那几个小狗照照，看这能不能送一送。哎呀！啊？哎呀，没啥事儿，妈妈就肿了，我看肿了都。手指头都肿了，还连着这块。又咬筋了吧？没有啊。还好使不使？没事，慢慢过两天就消了，手肿。狗没事啊？没有什么。他那狗肉车上救的呀，还是？啊，那狗放在手里救的呗，他们都繁殖完了，你看看。他没有。那个还在残疾了，那小样长得那好玩儿。看那个多惨。没有病哈。啊，都检测完了，就是皮肤病严重。那个我小比熊也是严重的皮肤病，他不被。你手行不行啊？像不像个无依无靠的小孩儿哈？小妹妹，小妹妹，自己还把那小浩浩叼到窝里去了。美美呀，哎呦呦，那小可怜儿。看看小浩浩自己掉窝里去了，还是个小孩孩吗你？嗯，小妹妹，吃饱饱了哈。哎呦呦，哎呦这小眼神，哎呦，哎小可爱，睡吧。只能是先把它放在卫生间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了。哎呦。它没有毛，然后它那个前腿有点问题，那个前腿是弯的，看见了吗？它不能直立的行走，就只能这样走。我刚才刚给它买了一个那个腿上的那个固定的绷带，希望对它能有用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？嗯。你是男孩女孩啊？好像是个女孩，好像是，好像是个小女孩。那叫你小美怎么样啊？嗯，叫小美，希望你皮肤病好了以后能变成一个小美人，好吗？叫小美。嗯，那实在是没有地方了。就你，快走吧！找你半天，结果你就在这儿呢。快走，走，走，走到门口，走到门口，走走走。我就觉得像你，走，走走走，来，快来来，走啊！走啊，走走走走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行吗？那门不也能开？那门也能开。对，我想给它关上点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再套它，等会儿再套它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狗围过来了。没事。一会儿我抱它。狗都成那啥了，尤其是我家那小娃娃。我家。
现实了啊！憋了，真的憋了。我家那个上谁给你爆出来的？勒都不勒我。咋瞅你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太现实了？你太现实了，不大啊？你这死死贴着你妈，你可知道谁是你妈了？是不是？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还得往那头窜窜窜！哎呦，你上怀里去吧，不要脸！你要变成胎盘呢？要长他妈身上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哪有这样式的？你臭成这样式的，你妈说一身有奶香味儿，我都说不出口。哪来的奶香？咱也不知道。笑的。感谢爱心网友的大力支持，这是我们第二批到的小船。一共是35张，这都是大家的爱心，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们的狗舍上都安置上小船，这样他们每一个孩子们呢都能坐小船了，还隔凉还干净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后面呢我们陆续还会有小船来，再次感谢大家。看看我们这些工人现在都往车上装呢，看我们这个宠物医院大夫也帮整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，从内心真的非常开心，因为这孩子们有床睡了，要打心眼里特别高兴。我们现在救助站的狗狗猫猫啊救助越来越多，我们也在努力给他们改善一些环境，当然了改善环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有进步。这点呢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，给孩子们一个整洁的环境，一直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。满载而归，装了满满一车。